大家好，我是一号的 Daniel， 亦都可以叫我花名做 Dan Dan。 我今年24岁，身高有6尺，不过差2寸。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跟陌生人聊天。我最叻的地方就是不怕丑，但是其实我跟其他人一样，我都是怕啲嘅。我参加后浪 DJ 训练班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想认识，不单止想认识电台入面神秘的一面，更加想透过训练班去到认识自己，扩阔自己的眼界，将来为这个宇宙吹一分力。究竟有什么这么得意？即刻去片，带你一个地方。梗系嚟海边啦，环境优美又舒服，是一个洗涤心灵的好地方。